的，你蹲下，你先蹲下。耍名字，耍名字，完了。上票，上上上上手套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是伙同青少年、利用微信这个群组啊，再用茶叶这个代号，在网络上啊，这个兜售这个毒品咖啡包。那他们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啊，用他们自己的机车啊，充当行动仓库啊。那选定了、在比较监视器比较少、没有人在管理，而且比较老旧啊，这个停车场停放机车啊，而且把那个毒品咖啡包等相关的毒品放在这个置物箱里面啊。那等到有人这个约定交易的时候啊，再有俗称的小蜜蜂啊。到机车那边取出毒品去做发送，而且他们也租用这个老旧社区的顶楼啊，这个加盖铁皮屋啊，作为他们平时啊藏匿还有聚集使用毒品的这个处所。那附近的民众啊，对我们警方的到场查缉啊，就上来询问哦。他们说啊，这群青少年在他们社区啊，已经一年多一个多月了、那也造成了这个住户啊这个不安哦。那还有我们警方啊，其实将他们查缉到案了。Thank you.